一號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呢個 Sneaker Master 啦。咁當然啦，好多人都覺得，唉，馬米，唉，你講呢一對鞋都過曬氣啦，係嘛？又講到自己幾型幾潮嚇，行到咁慢嘅，季初嘅鞋季尾先有。話俾你聽，我人型咯，我點會淨係講緊一啲季初嘅鞋呢？跟住落嚟介紹呢、這個呢一對。就是偉特的 The Weight of Weight 的李寧出品的第二代，亦是在季後賽的時候他才穿的一對鞋。今時今日還未正式發售，拍攝這一天肯定是我們第一個講的，不知道推出那一天是不是第一個。我們也講一講這對鞋，其實大家看到的，我們看一看對比，其實這對鞋很明顯第二代是 based on 第一對的設計，它的 shape 基本上都一樣，這個也是一個 low cut 的款，我自己看一看你都會看到是挺重的一個 Jordan 的配色，有一點像 AJ4 的配色，是吧？其實我覺得配色都是那句，又沒有差不差的，這些顏色的落落都幾隻色的，是不是夾在一起就這麼上下。接著講一講這一對鞋，它的季後賽有少少嘅改動，大家會見到啦。本來呢度咧係有個三角形嘅透氣位啦，咁今次呢度咧佢改咗個網面，改薄咗、偷薄咗啦。上一代嘅 Weight of Weight 咧，個 logo 喺後邊噶，但係今次咧我哋個 logo 咧就擺咗側面啦。啊，咁但係呢個咧我哋要講一講啊。啊，其實我覺得好地地白色咪幾好啦，或者灰色幾好啦，係咪？又要加啲咁樣嘅 Q 咗啦，成件事啊。咁跟住咧呢度都係全部係皮嚟噶，全皮，但係佢保持翻呢個 W 嘅設計去偉特啦。咁而佢一個偉特嘅 logo 咧係用翻啲上下嘅設計嘅。佢之前嘅嗰對嘅咧，第一對咧就係打橫，跟住呢度咧係上下嘅設計，鞋底都係咁樣，呢度嘅 base 咧係一樣噶。咁大家都見到個鞋色嘅分別啦，用咗呢個凹凸紋啦，咁上面咧有翻 weight， 有翻佢嘅 logo， 咁第一代咧係冇噶。咁呢度你會見到一個 logo 係咩 logo 咧？我就唔係好知咩意思，我亦都問過。咁呢個咧一個米字型嘅 logo 啦，咁一係就係可能係話似馬米咁勁啦，又或者就係話呢對鞋係有米先著得起啦，即係好似我呢啲啦。咁又或者係冇米嘅唔好著啦，即係我是那個意思啦嚇，呢個好無聊啦。咁佢嘅 number 上面咧保持翻佢阿嫲嗰個歲數加一啦，同埋1105就三個仔女嘅歲數啦。嗱鞋底嗰度咧，佢就係用咗呢一個嘅透明啫喱橡膠啦。李寧今次好明顯係落重料炮製嘅呢一代，因為佢季初先簽翻嚟，想第一炮靚仔，究竟會唔會變黃呢？呢、這、一個係我反而比較有興趣知㗎嚇，好一樣有翻碳纖維板，一樣係有翻李寧嘅成個 bounce 同埋 inclusion 呢個 design 嘅，咁啊令到你嘅避震啊等等都非常之好嘅。你會見到佢後邊咧，佢除咗用膠水之外，呢度用翻一個拉線嘅設計啦，咁啊令到扯翻實成件事啦。一樣後邊呢個鞋嗰度咧係有翻嗰句嘅金句㗎，後邊咧佢就簡約咗啦，佢後邊咧就冇咗嗰啲呢啲嘅 logo 或者透氣，用翻一個嘅風琴式嘅疊接嘅設計。嗱呢個就係白色啦，大家都睇一睇白色啦，我哋唔好。咁偏心啦，因為我自己中意紅黑色，紅黑嘅配色咧係我一路都比較中意噶。嗱，基本上一樣啦，透氣位喺曬呢度，個 logo 擺咗喺翻呢度，後邊咧用翻風琴式嘅設計 ，logo 呢度有個 logo， 嗱呢個咪好地地咯。白色呢個 logo 簡單過黑色，係嘛？如果呢一度用翻個純白色嘅 logo 咪幾好咯？但係唔知點解佢又用個米字型嘅 logo。如果有球迷或者有波鞋迷知道呢個米字型嘅 logo 代表啲咩咧，不妨我哋喺留言嗰度話翻俾我聽啊。鞋舌咧上一代咧係用李寧嘅，話俾大家聽係李寧嚟嘅。咁但係今次咧佢用翻偉特嘅設計啦，似乎佢哋覺得個品牌已經成名啦，唔需要再自己嘅名喺度啦。我自己覺得呢個鞋舌咧今次係偏大咗嘅。第二代嘅鞋舌咧係闊身啲噶，所以呢對鞋咧我自己都亦都親身試過喺手噶啦，似乎試過喺腳噶啦。咁呢一對鞋咧，我自己今日試完嘅感覺係靚仔，我未諗過有一對鞋由中國嘅出品係令到我咁想擁有噶。關於配搭方面咧，其實我覺得呢一對鞋咧的而且確，無論你 on court 或者 off court 咧，設計都係非常之適合你出街著噶。無論係著牛仔褲、長褲又好，著短褲又好咧，都係非常之合適。特別嘅地方係咩咧？呢一對嘅籃球鞋後身咧，佢係好似有啲塑膠啊，令到你覺得有啲重量。但係佢鞋頭前面咧，佢幫你收翻個 slim， 令到你好似著女人著高踭鞋咁啫嘛。高踭鞋前面一定要尖，點解？嚟拉長你個腳嘅線條啊！啊，男性嘅腳嘅線條都非常之重要噶。求愛達作戰咪應該要揾埋我咯，係嘛？揾埋個綠料做咩咧？真係。價錢方面咧係849蚊人民幣，849蚊人民幣，大約係港紙大千頭到啦。咁啊，售賣地方喺邊度咧？係香港冇得賣噶。我講咗咁耐就係想話俾你聽，我勁咯，香港冇得賣咯。係啊，你哋係要翻內地買咯。如果要買嘅話，咁啊，內地邊度有得賣啊？內地就係解李寧嘅專門店啦，係咪？唔通你喺喬丹嘅專門店冇得賣咩？咁時間上面咧係六月底左右啦，6月20號嗰附近啦咁樣。咁更加詳細日子咧，自己上網睇啦，話唔定就係睇淘寶啦。喺度再一次，我要用中國嘅豬籠嚟送呢只歌最後一程。
歌詞係點啊？住龍住龍，神中點啊喂？受傷。得得得得得嗱，呢個呢對鞋咧，其實我覺得係有炒價嘅。講真，我都喺度略略講一講我自己估價啦。我估價炒價有機會去到1400蚊港紙左右啊。咁希望我貼中啊。咁希望大家朋友會中意呢對鞋。多謝大家，豬龍。一个我可以企 O 几个，一镬过一个对几个，我未惊过。听我听，边个边个又话识边个边个话边个边个劲过我，究竟边个系边个？我未听过你系边个？咁啊边个边个你有冇听过我？你冇听过我冇听过我嘅歌，唔知我边个讲你知喺香港讲风，冇边个可以癫过我。